OK， 今天是9月25号，这是我第三次要去找那个水源，我应该会找到了。然后这次是跟Jenny 一起来。现在我们走的是另外一条游中岩的路，是在河的另外一边了，应该是会接回原来的路。啊，应该是啊，还是要跨过去了。OK， 现在我们来到俗称的鲍鱼村，现在是11:52。鲍鱼村空无一人。OK， 这一条是爬上布勒巴山顶的传统路线，不过我们要采用这条干的路，是艾利克介绍的，所以看一下是不是真的干，或者是不是真的是 shortcut 啊。OK， 一路上很干净，不错一下，只是过了这一条小溪流之后一路上基本上是干的了。问题是我是尽量不要让我的鞋湿啊，所以我可以走来这边，跳过去。哇，有人已经自我放弃了，所以基本上我的鞋还是干的。因为杰尼是穿钢蹦阿迪的，所以比较不要紧。好，现在的时间是11:57，算到12:00了。我们看我们可以多快，抵达山顶。像我们到这边，看看有人 camping。太美了，这边这条路这条路，所以我们来到那条传统路线的路线河的另外一边，然后有一群马来人在这个地方 camping 我们会继续往这条山路一直上。这条路差不多45度陡斜。现在是12:04，我们看 Jenny 要花多少时间才能爬上这个斜坡。给你看一下手表，不要讲没有。12:04:58。很好。我带的水就只有这瓶，因为背包装不下了，因为背包装了一个 drone 在里面，还有一个 flash sheet， 一些食物。不过整个重量是11kg 啊。谢谢。今天的状况非常不好，
走走停停，我看我的高血压很高，可能啊，现在来到那条路的，不懂有没有一半啊？我现在看到几条分岔路，应该就是接回啊本勒巴的那条瀑布啊。我们没有走那边了、啊，我们还是沿着这条路走，可以直接到沙场吧。我们来到那个接回啊本勒巴后面那条山路的啊那条山路。OK， 来这边已经有人把它围起来了。这个是以前我们经常用这条路下去，下去了就到那间啊、那油中烟的所谓的公司啊。OK， 不过啊、今天我们是从这条路上来。OK， 所以现在我们要往这条路上去啊、去到本勒巴的那个沙地，然后再继续再走。OK， 天开始有点下毛毛雨了，哇！我已经把我的 rain cover 放上去了啦，希望啊、可以保护到我的 drone 啊、也希望那个雨快点停，那我可以在上面尝试第一次在本勒巴的沙地飞我的 drone， 然后看看沙地周围啊、到底是啊、怎样的状况，怎样的地形。OK， 搞不好可以飞去。啊、靠近古诺门大哈的那个方向。啊 ，Alps， 我们终于到了。啊，本勒巴的上游。哇！哇，我真的是很怕迷路哦，其实，所以哦，你看，很怕迷路啊，走20步就有这样的东西，让我感觉到很安心，从此我就不再怕迷路了。哇，你看，哇。从此天大地大，我就不再怕迷路了，知道吗？我就不再怕迷路了。OK， 到了最后一个水，哎呀，我的脚是，我的鞋还是没有湿的，所以，哎，我应该从那边过，对不起啊。这边可以干干的跳过去的地方哦，竟然没有绑一个彩带来告诉我可以跳过去，是不会湿的，所以这边应该绑一个彩带来告诉我哦，我的脚，我的鞋过去是不会湿的。OK， 所以本勒巴我第一次上来哦，脚没有湿了。哇，不错一下，也是一种很好的体验。哦，我到了这边，有点小困难啊，看一下还是可以不可以，不要死啊。哦，果然是可以不要死，所以这边要绑一个彩带告诉人家，这样走过来哦，是不会死。没有绑到，所以我没有拿彩带来。OK， 所以那边也是有一个彩带。哇，到处有彩带，让我觉得分外的安心，从此不再怕迷路了。Oh shit！ 现在是1:36。哇！有史以来爬最慢的一次 ，helicopter， 摩托摩托，哇哦，有摩托进来，不过我现在要把我的 GPS 拿出来先，哎呀，
right. 哇！无啦呀！你 berapa orang？ 2 motor， 3 7 Tunggu mana sana？ Sana boleh keluar？ Boleh ah， dapat ah。 Okay ah， 哇，叫啊！Okay， 有七辆摩托，应该是从甘榜啊 battery 上来，现在他们要从啊、这边下去，刚才我们走上来的路下去，哇、啊，是蛮 hardcore 的。这个森林越来越热闹了。OK， 我有线了。So， 每个人都可以享受这个森林，用不同的方式。OK， 只要不要制造很多垃圾就可以了。抽到地眼了。OK， 现在正式进入森林，完全没有路的森林。因为这是第二次来哦，所以有一点熟悉度啊，不会太难。OK， 所以要尽快找到水源，因为我的水罐已经没有水了，那个小水罐啊，去找水喝喝。哇！现在是3:19，啊，我们开了一条老虎槽的路，然后应该是找到那条溪流，不过那个水变得很小了，不过我们还是在那个溪流的下游，这里有点水，因为没有水喝了，所以可以拿一点这里的水，然后用我的 filter 来喝。All right。哇、oh, ，Thank you！ 哇，
All right， 太好了。OK， 我们终于到了传说中的那个石头两边了。不过我们还在下面一点啊，那个是在上面，所以可以听到声音。然后我们会走下去，过去，这样上去，上去看那个石头的水。因为现在已经3:41了，所以我们要快一点，然后希望不要在天黑的时候还在这边。OK。哇！OK， 刚才喝水的那个地方，我们以为就是上游了，怎么知道我们坐在那边听到有水的声音，所以我们翻过一个 ridge， 一个山脊，然后就看到这个水源。这个就是我们上次跟 MNS 有经过的一个地方啦，让我印象很深刻。原来水是从石头这样一直流下去到这边。对，上面比较平坦，如果要露营的话是 OK 啦。这边可能不懂啦，不够深啦。要游泳的话，好像正泡水可能可以啦。OK， 任务成功。OK， 我们劈了40分钟的路，现在突然间好像前面突然开朗起来，我也不懂哪一个，不懂是哪一个出口啊。我们也没有经过任何的河了，我们是完全是从另外一条路，从一个山脊啊，那个 ridge 那边这样走。走出来，我不懂这里是哪里。我看那河水啊 ，Oh my God！ 对面，就在对面。希望这个泥是硬硬的哈。Oh my God！这里是哪里？啊？我认得了这条河啦，不过问题是我们是，哎，从这边好像可以出哦，我们就这样走出去，走那边好像一条路这样走出去啊，就好像就到沙地了，搞不好这个是沙地在那边呢。我知道。我相信我们刚开始走去里面那边这样上，其实不用走这样远，从这边进就好了。好 All right。入好的好位。哇，又一个发现呢，这里有一条路嘛。看到这条路啊？走吧。Oh my God, this is good. Oh my God.这里到底是哪里嘞？这是很好的惊喜，原来从这边去也是可以的。4:46 It's not bad at all. Oh yeah.瓶口太小，没有办法，只有这样喝了。
good， 成功，而且是绕一个圈，没有走回头路。嗯。哇，他有满足感了。哦，那么有力啊！OK， DIY casing。Wait a minute. Calibrate. Okay. Calibrate. Addy mode.Calibrate. Shut up. Let me have a look menu. Okay. Start it here. Oh. Okay, recording.
need someone to hear you when you sigh. Someone to wipe away those tears you cry. Someone to hold you 'neath the darkened sky. We've flown the drone, the road is found, the place is found. So, now we have to go down. The only thing that is not enough is that we today, because of the time, we don't have time to cook breakfast. So, now the stomach is quite hungry. We have to go to Gota Tenggi to eat a meal. And to find An Ge, eat 6味清汤. 啊，可能还有福建面。OK， 今天的 trip 啊，很成功，到这里，下次再见了，拜拜。